知道喎。我好似回復自由身第一炮。係啊，都同呢個品牌合作咗第八年啦。咁不知不覺間啦，咁其實都多謝咁多年嚟一路支持啦。咁係咪算係續約㗎？今日？今日係續約嘅。咁點解你同阿華立做完都好突然喎？其實都係冇大家想象得咁 juicy 嘅個故事，其實係真係合作完畢啦。咁亦都嚟緊係一個新嘅開始啦。咁其實我哋大家都有一個大潮，你哋不歡而散，係咯，話你試下。所以就係話咧，我都之前都出咗一個 post 嘅，其實都冇咁多呢啲嘅新聞炒作啦，即係冇不和嘅。咁純粹係一個新嘅開始，合約完畢，亦都係好，大家都係好尊重翻合約精神去做嘅，所以冇咁多猜測，因為我實在覺得冇一啲平凡嘅需要，因為其實一個好合情合理嘅一個圓約，亦都係一個新嘅開始。仲有 Real TV 嗰個，係咯，嗰陣未經圓約咯，嗰陣時係其實嗰陣時係未正式完，所以我亦都冇話去要去。在那個 moment 佢要去做一些什嘢的舉動咯，咁但係嚟緊頒獎禮我會參加。但係會唔會冇咗公司，可能即係譬如傾合作咁樣嗰啲都難啲啊？其實反而調翻轉，我要好多謝係有好多唔同，即係唱片公司都有伸出支援之手，咁同我自己團隊去調整一下。咁嚟緊有好多可能性，有好多新嘅發展，我都反而係充滿期待。好短時間嚟緊呢幾個月都有啲新嘅動向。我簽唱片公司㗎嚟㗎。我不排除呢個可能性嘅，係啊，咁亦都係咯，都係嗰樣嘢，多謝各大唱片公司的招手。而家有幾間招㗎？so far 都有很多不同，有些是可能是大大小小的，有多不同形式的都有去。會唔會講翻星夢有玩咩有招手，有招手，係。咁我都覺得唔排除可能性。Thank you。聽到，即係我年內有消息㗎啦。應該有，我亦都真心好感激呢幾年華納對我嘅支持同埋栽培，因為冇佢哋嘅話，其實可能我你頭先講話即係之前公司啊，所以反而我調翻轉頭就係呢幾年我同華納嘅合作係令到我反而係有多咗信心嘅，係啊，咁所以我去到而家呢一刻係完全冇任何對抗之心，反而係多謝同埋嚟緊，我都希望大家都好。